在呼吸之间为自己争气。今天的心灵讲座，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对谈人潘建成潘董事长，还有我们的黄轩黄主任，欢迎他们上台，为我们展开今天精彩的财经遇上生命的议题。今天啊，刚开始啊，因缘啊哈，我想我们应该问问潘总，当初你来这里的因缘是什么因缘来这里？大家好，我是潘建成。我是在1993年在马来西亚在中文学校毕业之后，因为马来西亚在当下有很多的一个先天的问题啦，大学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让我们念，所以。因为也是家里的这个财务的关系，没办法到西方国家去，就到台湾来了。那从到台湾第一天、第二天到交通大学，那台湾已经住了快19年，我今年38岁，所以呢，以前的马来西亚叫第一故乡，明年的今天这边变成第一故乡，因为住的时间比那边还要长啊。今天早上我看到你在马来西亚那一段哦，那一段就是你回去马来西亚看爸爸妈妈了，在《天下》杂志的拼搏里面，我看到我真的是蛮感动的，可能是感动是在想念故乡啊。不晓得潘总你在念书的过程中有没有常常在想念故乡？应该这么讲啊哈，人通常在忙的时候啊，大概不会想太多别的事情了。OK， 从以前来念书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以前数学从来没有低过80分的，大一的微积分考了一个28分，对，那时候大概就整个就慌了，所以蛮用心在念书的。那至于对马来西亚的感觉，我还是这么想，就是说，我父母亲，特别我母亲，特别一直叮咛我，你不要忘记你的家在这里哦，不是在那里哦，要回来的哦。我说好。那我父亲说工作在哪里就在哪里了哈，没有关系，反正飞机只飞4个小时而已嘛，没有关系。那最近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些活动很多了，那某个程度了哈，也响应那边政府的政策，就是过去太多海外人才流落到海外了。那在那边我们有成立一家这个设计公司。我生性比较浪漫，因为我是一个人喜欢写诗词作家，所以我不晓得潘总你在这个拼的过程中有没有掉过任何的男人的眼泪？好像是没有啦。对，因为其实刚到台湾的时候，我记得那是1993年9月7号嘛，台湾慢慢步入秋天了，那比较冷。那时候刚到的时候，因为也是经济的压力，我到交大的第一天就请学长帮我找一个工读。学校还没开学，然后到交大的第二天一早吃个早餐就去工作了，在学校图书馆工作，1个小时80块了。台湾的这薪资真的没有涨，到现在还是80块，对，这个要检讨一下。像我们在这种打拼过程中啊，其实我会流眼泪，是因为我那时候那一年我来不及回去看我母亲往生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母亲已经准备要出殡了。本来以为再过几年爸爸遇到生病的时候我可以来得及回去啊，可是还是来不及回去。所以每次我在讲说生命哦是蛮有价值的，是我陪过好多个父母亲都走过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程最后一刻，但是我陪不了自己父母亲的最后一刻。所以各位应该是如果家有父母亲的话，应该就是好好去珍惜，因为就像刚才所说的，行善行孝真的不能等，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太可惜了，因为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去可惜。你看潘总成功，你叫他才成功，你叫他讲他跟他过去的痛苦史，他会告诉你更多，不是吗？没有，这个其实在学校在很多场合的演讲里面，很多学生说啊你很成功，其实我告诉各位，我不觉得我们很成功。成功这个我常常打个比方了哈，我们还在这个产业里面，今天你做得很好，那是因为昨天的所有的很多事情你把它做好了做对了，今天成功。但是如果我们开始荒废了，开始好逸恶劳了，那再过一段时间大概成功就离我们而去了。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我们，除非哪一天这个金盆洗手不完这个盖棺论定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成功不成功了。对，
其实像潘总所讲的是没有错，因为刚才我跟他分享的时候，他问我说，哎，你在工作过程是怎么样子，我说我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在学习，好学不倦的。我记得以前哦，大概民国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应该是远流出版社的吴敬吉出来的《青年人是个大梦》，他里面第一个就讲说要有理想的价值，第二个就是要有好的老师好的朋友，然后第三个最重要是终身的学习。终身学习哦，就是像看到潘总了，就是不要把每一个东西得到以后我就是成功，那不是叫成功。在你的人生学习中，你更加要谦卑，就像我们稻田以后越长越饱满，我们只会低着头来谦卑，更加学习。所以我想潘总所说的是真的，我们两个在这里今天不是没办法告诉你们找到什么成功，但是我们告诉你们了，就是要珍惜当下，然后不停的学习，也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慢慢能够对得起，至少我们不敢再做对得起什么历史，再丰功伟业，对自己的家人是最重要的。世界上有很多人，什么人就不放弃你，就是家人。当你有哭泣的时候，也是家人。所以，请你们大家应该很珍惜的，家人所给你们所有的一切。当然，我们也很珍惜的潘总所成功的一切，他所辛苦的一切，让我们看得懂一个年轻人26岁就要创业的。哎，26岁就创业了，你怎么比我厉害？我上礼拜在马来西亚，那很多学生也问说你为什么创业，其实我告诉各位，真正的原因就是不小心的，从来没有想过念研究所。直到了大三的时候呢，教育部改变了一个政策，就是从大学如果成绩好的话可以直升研究所，那成绩看起来是 OK 啦，那不念白不念了，都来了嘛，哎，就继续念研究所。因为念研究所的关系，那跟教授做了一些案子，那一些案子跟产业界又有关系，然后自然的就毕业后在这边工作嘛，工作的因为很多很多很多原因就不小心就创业了。所以创业从来不是来台湾的一个其中的一个plan， 就是我们计划中之一。那更重要的事情是说，我常被问到，那如果哪天你不干了之后会不会再创业，我其实也想一想，干嘛这么累啊，创业是蛮累的。我说如非得已啦，就是如非得已，不然的话大概不需要这么累了。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创业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过程，其实对个人来讲哈，是很好玩的，就好像你在高速公路开快车，一个人觉得很舒服嘛，很好玩。但是你不要忘记喽，周遭的人觉得那是一个负担哦。对，创业某个程度对团队来讲呢，那是一个 commitment， 那是一个承诺。现在都知道说哈，我们的潘总啊，一不小心哈，很多都是一不小心，或者一不小心化为我们的讲呢，就是一个因缘嘛，因缘际会。其实这个因缘际会，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毕业以后觉得医学系毕业以后读了7年，觉得那种学问不好，所以我也一不小心去考研究所，考了前3名，就莫名其妙念研究所了。所以其实我想想也是很多东西就在时间上的一个巨变当下，那我们就是因缘机会去考研究所。你说创业很辛苦，以后再创业你干嘛要这么辛苦？我告诉你，当医生比你还更辛苦，常常被告。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就拍那个，一年有365天，大家都知道嘛哈。哎，一年就有每天就有365天的那个，每天都有医师被告，一年有365个医师被法律程序去被告。所以说得好，没有三两山，不能上梁山。可是问题啊，潘总，有时候在这里找不到梁山，也找不到三两山的，你怎么办？就被逼上去了。对，谢谢。其实。先讲我们的当初状况了哈，我们当初是研究所毕业就直接去工作，其实工作的真正在公司上班的时间不到一年，那不到一年时间呢就跑去创业。在当下，我说在当下2000年的7月1号，那我的同班同学、我的学长、我的助教、我的学弟，没有一个人愿意加入我们。那产业界一些前辈看过我们之后呢，彼此默默不讲话。哦，就走了。事后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当初打赌啊，我们3个月就会倒掉了。为什么？我们有5个哦，我们公司英文叫 Fison 啊，哈，就是 five person 5个人的意思啦。2个马来西亚，2个台湾，1个澳门，所以简单讲是联合国啦。OK， 所以台湾其实很早就有联合国了，好不好？那重点是这5个人哈，4个是刚刚毕业的，其实还有一个是还没毕业的啦。OK， 那没钱啊，这个。去银行说要这个信用额度，请问有没有土地？因为不在这里啦，好，也在另外一个地方啦，所以借不到钱啦。所以在那种当下情况，其实真的很辛苦。哦，我还记得，如果我不知道各位清不清楚，2000年的
年终的时候，不是那个那个网络泡沫吗？1999年哈，全世界所有的媒体都称赞年轻人有创意。2000年中以后，全世界媒体都说年轻人只会做梦，对不对 ？Internet 那个泡沫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当下我们创业是在2000年的下半年，已经泡沫发生的。所有的创投看到我们的时候，第一句话问我们：“啊，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说 ：“IC 设计的。”他说：“你搞我骗！做 IC 设计的哈，要么哈头发是白色，要么是没有头发的。对啊，你们这个样子怎么算是做 IC 设计的？”对，说的也是的，说的也是。但是他认为我们就是反正只有梦想，然后呢就是只会就是 Internet 网络写写，但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在当下是很辛苦的。那为什么一路可以一路走过来？其实最重要的群联电子今天公司我们最大的价值哈，就是我们那一群的伙伴，还有那一群的员工，他们在公司每天这样很努力的在把事情做好，所以我们才有今天呢。那我是一直这么认为啦。这本书里面讲的呢，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讲的是一家公司从无到有。那同时呢，这边也告诉，同时我想用这本书告诉很多年轻人，因为很多媒体哈，他们呢会在这个报道的时候，往往哈会就是着重在一点说，哦，刚毕业创业一定会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盲点。我告诉年轻人不要急着创业 ，OK。我们会这样子，第一个是被逼上去的，已经没有退路了啦。第二是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有相关经验了，不然的话不可能可以这么顺利。嗯，如果你了解去看那本书啊，你看看那个潘总的那个奋斗啊，你就知道他真的是逼上去，因为他也无心扎柳成荫嘛哈，那就是很逼上去，因为他必须要去做，不然官司来了他还继续要做，因为不做不成啊，因为必须要带领他们继续走下去，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在我们眼前已经形成了，那就看我们如何去争气而已。那其实我也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进入了这个医疗界以后，我发现到有一年我第一年当主治医师啊，你知道吗？第一年当主治医师，我忽然之间被国外的那个说要派去国外用英文跟国外的人代表台湾去演讲，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哦，我就跟我的主任讲说，哎，这是什么回事？我的主任说，按你，他当了医生当了30年，都不曾经可以受国外这样直接邀请，跟国外的人用英文来讲解说我们台湾做了哪些医疗的进步这样子。那时候发生的时候，那个潘总你知道，我们18位医师哈，包括那些老教授、中教授和年轻医师哦，没有一位要跟我说话，总共有2个月没有跟我说话，知道我隔天要离开要没有人要教我怎么去演讲。隔天我要去离开的时候，我一个同事同届告诉我说，哎，王医师，如果你讲成功的时候，记得告诉他们你来自于台湾；如果讲不好的话，说你来自马来西亚。我们就是变色龙和变形虫啊，就是不服气。所以我们两个，我想我刚才跟他讲啊，我们这两个就是不服气嘛，就一路往上冲啊。那到现在我们两个还不觉得是成功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在学习啊，学习所有的一切。我想应该都是如此的。那潘总，如果是年轻人，你说不叫他不创业？那年轻人呢，你认为他应该去哪做哪个行业？我这么觉得啦，在目前的环境哈，其实如果各位对日本了解，日本很多这个年轻人过去一贯的路线就是毕业后就上班嘛。为什么？因为台湾其实在走日本的这个后面那条路，因为当你一个社会各种的企业哈已经达到饱和之后，年轻人要再开创个新局面相对难度很高。意思说你现在跟台湾的30年前的时候那是比起来，30年前是随便做随便赚的，因为没人做嘛。 OK， 那我现在看中国大陆跟台湾比呢，中国大陆更严重，因为它的那种经济成长的这个幅度更快。2000年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很多年轻人刚大学毕业哈，所有的公司抢着要。2010年的时候呢，怎么大学毕业生变蜗居了？哦，怎么这么多事业生？现在才知道说，整个产业因为快速发展之后呢，你未来再开创的空间不大了。啊，不大不是表示没有，是有，是看在什么情况。打比方哈，IC 设计在台湾过去20年做得很好，但是你后面还要再想IC 设计去创业这块，其实空间真的，因为能够做的都做完了啦。我常常被投资人问到说，哎，你还要做什么 IC， 还有什么可以做？我说如果我真的想得到我就已经去做了，就是想不到，因为该做的别人都把它做好了。那对年轻人我是这么觉得，创业机会不是没有，在我的领域啦还是有机会，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在毕业之后呢，
可以的话还是到产业界里面先历练，先从工作的经验、管理的经验慢慢的累积，不要急着去创业。我常一个经验这样子的，你们都知道小朋友嘛，小孩子这个什么七个月会爬嘛，八个月会坐嘛，对，九个月长牙齿嘛，对不对？那因为拜健保政策所赐，医药很发达嘛，很多妈妈孩子七个月的第一天不会坐就很紧张了，因为都看书养嘛，对，就赶快去问医生怎么回事。那八个月的不会爬，赶快去问医生怎么回事。可是你看小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在那边蹦蹦跳跳，你还会去想他七个月的第一天不会爬不会坐吗？你不会去想了啦。意思就是说刚大学毕业二十几岁，等到你五十岁很成功的时候，你说我刚毕业的时候还在上班吗？不会想这个的。所以我是觉得年轻人心态上面不要去急着说一定要怎么样，而是说当你要去做个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让自己先准备好。OK， 必须要先有基本的一个基础去历练。创业不是玩家家酒啦，说真的，但创业很多种啦，去摆个这个卖小吃也是创业嘛，对不对？开个咖啡店也是创业嘛。但是在我们电子产业的创业，特别是跟硬体有关的那种的资本投资是很大的。OK， 一旦呢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呢，某个程度从精神跟财务上面的负担啊，相对来讲会在以后他人生事业里面呢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拖累啦。对，所以先准备好再说。是，就像潘总讲了，每个人就是要准备好自己，准备好自己你才有能够继续来讲什么创业不创业。就像我之后就准备好自己以后，我就去国外跟很多的国外的教授这样八根，这样在互相讨论。慢慢的，我闯出自己的天堂。我所做的东西在医疗专业上是很细小、很精进的，不能精进的。这些部分都是在不停的历练、准备、学习、挫折，然后面对所得来的。那如果潘总，如果这里如果有是马来西亚或者有侨生的话，你认为会鼓励他们继续留在台湾吗？还是要回去侨居地继续才有很好的 space 给他们发展？因为台湾刚才你讲已经满了嘛，我怎么讲都不对啦。OK， 第一，当然我认为，海外学生到台湾来念书，那某个程度他们在父母亲家这边没有缴税嘛，对不对？没有缴税，你这边念书缴跟本地同学一样的学费，某个程度政府就变相给优惠了嘛，所以政府在支持嘛。那政府如果支持培养出来了之后呢，那因为其实台湾一些法令不太允许外国人毕业后就工作了，他希望你是离开 ，OK？ 那他的目的是说不希望外国的学生跟本地的抢所谓的这个职业。但是跟各位报告在我们电子产业每一家的公司都会跟你讲他的 engineer 不够。如果你听到哪一家告诉你 engineer 够的话他公司大概准备要关门的。OK， 通常正常来讲 engineer 是不够，就像好的医院医师永远是缺的啦。OK， 那因为呢这个一些政策关系，所以很多好的优秀的侨生就被迫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就被迫回去之后发现在马来西亚好像又没有什么空间，通通就去新加坡捡了个很大便宜。OK， 那你问我说这些人回去能不能怎么样，这个在马来西亚有播嘛，对不对？所以话还是不能随便乱讲。OK，我个人认为，我响应那边马来西亚政府政策，那边成立一个IC 设计公司，大概在五六月应该就会开始。那主要的目的就是结合海外回去的人才，还有本地的一些优秀的，我们呢想办法把这个环境把它建造起来。好，那海外如果你留学必须要回去。如果你觉得你很优秀就到我们那边去，那本地的学生我们培养，那也希望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能够建造出一个环境出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才必须要在对的环境才会有作用啊。对，那首先要谈的是先把环境那边环境先看什么方式跟政府配合，建造起来之后自然的人就会往那边走。不管是在哪里只要就像你所说的人才空间这些东西放对了以后就会发亮发光这样子。那如果你的孩子成长以后要继续在马来西亚念书呢，还是来台湾念书？我的孩子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出生， OK， 虽然是那边的国籍，不过他的妈妈是台湾人，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要问他。 OK，我主外他主内了，应该这么讲了。其实我想一个是这样子，他小孩这边出生这边长大，大概要去回去适应那边环境相对困难，因为语言的关系呀，文化的隔阂。
某个程度我还是这么觉得啦。对我来讲，我倒霉说小孩子以后在什么地方啦，还是随缘，他有能力在什么地方，那就在什么地方。对，没有要强迫他。所以应该是说你的适应能力是怎么样子，你的适应能力不错的话，其实不管你去哪个社会，比如说你叫潘总，他即使到中东他也没办法适应下来，对不对？我不觉得是哦。以前可能是啦，以前是没有资源的时候会被逼上去的，现在有点好逸恶劳，开玩笑。其实在马来西亚这样子啦，因为很多媒体的这个协助啦等等，那在马来西亚群联电子哈、算是有点名气。那政府过去就是跟我们谈说要回去投资啊什么的，其实我跟各位报告，我要跟那边的政府讲很清楚，神主牌啊，我们在那边是个神主牌，拿来拜一拜有用啊，真正做事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不了解那一边了，所以很长时间想回去做点事情，但是发现回去哈、全部要重新来过。最少花2年时间重新来过，那甚至连那个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了。OK，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倒觉得说我们能够做事情就是把资源带回去。那我们公司有50几个马来西亚人，现在，那有这个印尼的，有这个我们当然广招全球各地英雄好汉加入我们了，因为我们的 engineer 现在300多个，我们还是很缺，我们还是希望再多100-200个 engineer。但是从台湾的环境来讲，要一直找哈、相对困难，因为毕竟人才就整个人力资源就是这样分布的嘛。对，那如果有资源带回去那边，在那边能够发展起来，其实发展起来不是跟台湾竞争啊，是跟台湾某个程度是一种互补的一种效果。对，那相对对公司对未来的整个，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应该会有一些帮助了。